干什么呢？打起点精神！哎呀，你怕什么呀？这个时辰啊，都在底下干活呢，能有啥事儿啊？哎，我说你，你别这么散漫行不行？啊，让人抓住！看我干什么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觉得谁？是你求我来的。哎呀，我这急是可累死了。这种体力活，哎，给我捶捶！等你自己来，还给你捶捶？是啊，松开松开，我还伺候上你了是吧？哎呀，你可真行！我跟你说啊，出点什么事儿，咱俩都吃不了兜着走。 哎呦，又吓我了！我给你捶捶，你想得美你！行，这要我说呀，你净整那些没用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。就是，小娘子，这是要跟哥哥跳舞啊！跳舞啊！ 小娘子，这事走丢了。哎，不用怕，这么的啊，跟哥哥喝两杯。哎，哥哥给你指个道啊。是啊，来，小娘子，走。小娘子，手挺黑呀。啊。苏国公，都收拾好了。干得不错。 体力活我可以。少废话，你一丈远，把这个穿上，动作快些。 换上了。